送一个巧克力味的爆米花，来把火打开，咱们先爆米花转起来。哎，我们降落了，放点点油。慢一点点就行。给玉米粒。再来点白糖。今天给大家做一锅巧克力味的爆米花。哇塞，这个巧克力真好香啊！这种黑巧克力的味道太好吃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让它爆开。哇塞，这玩意儿解放双手哎，太好玩了。然后我们只需要开一会电视，爆米花自己就爆出来了，真棒！哇塞，太好玩了。哇塞，变成巧克力，变成一锅巧克力粥了。哎，我给它扒了一下。哎，爆了爆了，赶紧盖上盖子。哇塞，爆了，超解压的。对，极解压呀，黑巧克力。哇塞，超解压的啊！我觉得爆米花爆开的过程超解压。还没有声音了，关火。哇塞，超香的。来，三二一，开盖。哇塞，好成功呀！黑巧克力爆米花你没有吃过吗？